就跟飞姐你们差的，我靠！我不能出女妖了，我现在伤害已经低到有点可怜了。我要是再出女妖的话，我这辈子都打不死人了。升到16等身，不行啊！我们的李信被打好痛哦，怎么会这么痛啊？我们可能要先去把那个上面那只抓掉，他们可能会想开哦。他刚是想要用他的阴空长戟骗我的大绝吗？他还觉得我有这么傻逼吗？他知道阴空长戟跟大绝看起来差就追吗？干！啊，干，这样还是死了。我应该拉出来之后要惊人的。大绝多少啊？干都看不到大绝。的那个伤害，哎呀，哎呀，被射到了！我一定要闪掉那个 CC， 然后要先带掉一个，可是有点难啊。我们的死掉三个人的大绝都没开到，哎呦，他怎么死了？哎呦，他怎么也死了？我干，他怎么明火还没丢啊？啊，我的队友还是只有一个啊！干干，我的第二段啊没有出来啊！而且为什么这个小法师感觉他长得好高哦？你看他的血条跟他的人离超远。GG well play， 我是英吉长空哦。啊，一个被。那个维嘉打吊打，哒哒哒哒哒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擦，哎，这擦回，哎，哎呦，等下那个很那个，擦几几几，八八八。888一路发啊，这到底是谁啊？这是 Ricky 之之吗？对啊，你们不觉得那个小法师长得超级高一只的吗？超级奇怪。任光熙，来来来，下一只是啥回？阿卡丽，干我的阿卡丽一定很猛啊，应该吧？我在冲上小，哥哥。Ice Kiwi， 你是第一个。Ice Kiwi， 然后有没有阿斯要玩？阿斯有在线上吗？阿斯没玩过的，
WFX， 请问有定位吗？居然有干爹，还有干爹，就是你啦。这 ID 有点蠢啊 ，Cheap 好像没玩过，就这样子啦。噔噔噔噔噔的噔噔噔，牛牛中路，牛牛中路是下一场，希望我今天不要遇到牛牛中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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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会加你好友的，不要再加我好友的，我一直崩溃，我觉得很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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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某头，长个猪好了。这场是要玩阿卡丽，干，其实我觉得阿卡丽。咋了？管他的！哇！怎么了吗？今天是抄什么啊？抄什么？哦！有点那个。你们喜欢飞鸿还是足球宝贝？这个飞鸿的这个就是我的桌布的这张图吧，是吧？我看一下，哎，不是，我的桌布这张图是什么？我的是雪舞血月忍音，原来是他。那我不要用飞鸿了，我要用足球宝贝。ADS time， ADS time care。太久没有重开机了，电脑有点钝。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看一下就可以按掉了，反正没这么快。那个叉烧，
说话都不回家，刚刚还在那边说不要说过，你不要在那边说什么过三十年了，结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说自己三十年后。噔噔噔噔，打劫应该是还蛮好打的，据说这是个 counter pick， 以前啦、可是都没有理心，比较烦。人品好，哎呦，他打我好像。比我打他痛很多，1.9，金黄金黄。哇，上次去听苏打绿的演唱会，真是觉得很猛啊！噔噔，我觉得我压线应该压不太赢他。哎呦，为什么我 Q 他一下只损他他妈五滴血？哎呦，他有魔防，但是他没有物防，真的是很贱哎、欸！他是知道他要打我，是不是？但我 Q 他一下只有十滴血左右，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痛的事情吗？但是我已经闪到他两发 Q 了，他是闪不掉我的 Q 的。哎哎哎，你看我闪到他三发 Q 了。这小废物，噔噔噔噔噔，哎呦，会打会痛哦！你看我又闪掉喽，哎呦，哎呦，结果一个 miss 小兵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又闪掉喽！啊，我们就来这样跳恰恰，看谁比较猛啊！等一下，他小兵比较猛。你看我又闪掉了，厉害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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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到底是不是不太会 Q 啊？还是我太会闪了？看我，哎呦，我们的李星，我们的 jungle 一个被蹲了。哎呦！死！啊，烦！860。